我们班上有同学给我起外号。啊，他们叫你什么呀？他们叫我马臭脚，马臭脚。马臭脚。耶，马叔，那你的脚怎么了？我的脚，你看。有这么夸张吗？马叔，今天到底干什么了呀？雨儿，今天我在学校。Yes， 今天的球王肯定是我了。Yes。有人来了，这样子了。可是月儿，我的脚为什么会这么臭呀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好奇吗？嗯。好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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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好奇。洗洗脚，远离臭脚丫。马叔，看好了。嗯。可是我们细菌的天堂。今天马叔出了这么多汗，好在汗液里的角质蛋白最好吃的。我呀，赶紧叫上我的弟兄们来饱餐一顿了。弟兄们，来呀，来呀，我们开吃了。哇，太可怕了！月儿，我现在赶紧就要去把脚上的汗液和细菌通通洗干净。等一下，马叔，其实洗脚呢也是有讲究的哟。嗯，什么讲究呀？首先呀，要养成每天都洗脚的好习惯，而且最好用温水洗，这样不仅更容易洗掉脏脏的东西，还不容易感冒哟。啊哈，我知道了，还有吗？还有啊，把
小脚在水里浸泡几分钟之后，用小手轻轻地搓洗干净，用毛巾擦干就可以喽。太好了，我都学会了，我以后啊得天天好好洗脚，做个讲卫生的小朋友。没错没错，这么想就对了。小番茄们，你们也要养成每天好好洗脚的好习惯哟。没错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